从前面这里开始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从它比较浓密的鬃毛看出，这是一头雄狮。这头雄虎呢和这头雄狮应该之前也认识，否则呢应该不会管理人员把他们敢关到一起的。他们之间呢应该也是平时生活中常见的那种打斗，不是那种要把对方置于死地的那种决斗。不过呢也从这段视频可以看出，狮子呢始终被老虎压在身下，老虎呢还是占据了上风。这一段呢也是能够看出老虎的力量是强于这个被压在身下的狮子的。这种打闹呢有点像金庸武侠当中古代的大侠之间的互相友好的切磋，也不会弄出把对方搞伤或者怎么样，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观看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